下去下去，然后右转，这样子，没有线了。清怪是直接清掉，也不会遗落，对不对？嗯，不会。哇，直接清光光。没关系，那就哇，那没办法。我中心点在哪？我这样子，在你后，往再往后走。我在想的是那个峡谷要不要去？不要啊，我觉得那里只有铁跟铁跟铁而已。真的哦，没有黄金，没有。好，那不然这样子反过来，正中心附近有什么东西？什么都没有，一棵树。下面，下面啦，下面啦，下面是空的，现在完全空的，几乎是空的。嗯，下面什么都没有，这里的矿，丰富的地形都在海底那边。No。而且红的很比较靠近那个中心一点。哦。蓝队呢？蓝队他们想要游到本岛了。那我去迎接他们啊！哦，我看到他们了，有亮有亮，可是我没有攻。他们在那个，他们坐船哦。然后我守在岸上，红队在下面哦。你要一打三啊！没有，他们要游，他们要划船要上来，我可以先砍他们一刀啊。砍人就跑啊！红队还在努力的往上挖，没有吧？他们根本没有努力往上挖，他们在做，他们在攻箭啊，他们在做在找历史。哦，他们有攻，那很好、啊。团团游过来哦，哎、欸，这是团团吗？不是啊。哦，那个哈基，哈基游过来啦！哈基游过来啦！哈基游走啦！小雨游过来啦！小雨停下来啦！刚刚游过来啦！哎呦，砍到了！哦，打了！哎、欸，哈基在你旁边，哈基在旁边。我知道。呜呜呜！来，回头放个，没有放到，没有收到，没收到。他们在我后面还在追吗？还在追。有两个都在追，好好都在你的正后方。你一停就死定了。喂。哈基靠近，哈基靠近。有被挡到，挡到了，挡成功了。有缓到，还在后面追。好，小雨在你后面，哈基也在你后面。喂，云姐收过来了。喂，马上垫高，制高点是我的，可以，一打三。可是边界在后面，不是中心在后面。这比较麻烦一点。小雨在叠。小雨想叠，看一下哈基，我先让一个岩浆留下去。哈基从后面来哦。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跳，他找跳点，然后下去。哎，你后面小心哈基哦，他挖上来了，他挖树。刺激。哎，小雨砍刀。哎，小雨八七，小雨扭到脚了。那个哈基的量我看不到。他在捡小雨的东西。他右后方，没关系，他在捡小雨东西。他捡右边。哦，刚刚也有那个岩浆。刚刚是两颗血哦。好，三颗血。重点是他想要岩浆过来。对。喂，哎，还想岩浆？哇，剩哈基啦！我觉得你可以。团你可以退了，你可以往中一点，先往这边跑了。你们还可以反过来两个人同盟去打那个红队。我刚也是这样想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？来了！小哥，你要选哪一队？都同我啦。他只叫他自己的选择。他只对传送，我们打他们。瞬间倒戈。好，不用生气。对，不要生气。不要生气。八七。我在想绿队有那个有攻，绿队有攻，那我们要打绿队。
他们出不去，他们不知道有传送吗？绿队现在在下面是不是？没有，绿队是我们，红队在下面。哦，对不起，对，红队，对，红队在下面，他们还在矿坑那边。他们怎么挖都是海底，所以他们出不来。对，他们不知道怎么挖。其实可以游上去，应该还好吧。他们怕会扣血啦。他们不是有天眼冰吗？对啊，啊，天眼冰没作用啊。直接说，对哦。还是，巧克力，你要趁那个时间去那个，我想要那个洞。不是吧？那不是说在隔壁岛？对啊，在隔壁岛，看一下位置。边界不在压缩了吗？对啊，啊不行，压到了，来不及了。他们在水下哎、欸。他们在那个，他们在下面啊，游上来了，没有啊？他们应该有弓箭，他们有弓箭哦。哎、欸，对吼，弓箭比较麻烦，是吧？我身上有14个工作台，他们应该会去那个沙岛。哎、欸，他们想过来，搭船了，两个人，阿弟离太远了啦，他们在干嘛啦？我跟你绕，一个人是社工，是不是？真的假的？那个有在拿弓吗？没有，没看到，团那边在拿弓。嗯，还在打哈欠，头皮啊！没有在，才打一的。他们到那个小岛了，他们到那小岛又回去。他们到底要游去哪啊？妈去哦！很好时间啊！哎呦！哎呦，他们可能会抵达上来。没有，他们又不抵达。他们到底要干嘛了？会拿一条船。好远哦，太远了，去哈基那里了。哈基，去拦他们啊！哈基，拦截啦！哈基，拦截他们。有，哈基在看。边界呢？边界有在压过来吗？有，还在压。还很远吧？很远、啊。快了！他碰到边界。哎，回来。去哪里？好累哦，跳恰恰。哎，哈基，你在干嘛？边界。这个在那个海上就真的很不好打。如果有荷叶就好了哦。哎呀，我现在。造一些路算啊！横过去哦！哎呦！怎么办呢？我来啊！可以？为什么哈基要离中心点那么远啊？我不知道他干嘛。他要被夹嘞、欸！我不知道哈基干嘛。他想干嘛？他在干嘛？他在合什么东西？他在挖沙子。他在合 TNT。哦。哎呦！我给你先做一些跳台，等下都可以跳过去。可是剩一分钟了，也要那个了。所以谁要合作？哈基，球员过去了。哎、欸，早知道我就跳出来了啊！可惜，他一个六，有种再溜一次啊！有种再溜一次啊！他们过来吗？还没啊、哦？弓箭没有，没射到。那有办法中吗？看距离，我在看距离。拉满弓啊！繁星拉满弓，要准备传送了。等，阿基克过来啦！我没有，好想杀，好想杀！他应该要等传送。等他们要等传送，还在等传送。巧克力，你等下进去之后，你要先举盾哦。好、啊，还有金苹果嘞！我们还一颗金苹果，太扯了。因为他们那个、啊、跑那个，应该是开箱子开到的。要过了，好好好。
Go！ 天梯，天梯，你旁边有天梯！哇！我烧自己，我烧自己，八七八七八七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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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呜！谁死了？谁死了？哦，团团死了，团团死了，团团死了！好好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加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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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说好了队友，说好了队友！哎呦，我烧自己，我烧自己！哎呀！哇！快进快进！啊，不行不行，他的一个盾牌，他破盾了，我发现哇，我不行不行，同盟同盟个屁啊！同盟同盟，还机械，不要设计，烂透了，烂透了，还射攻还射攻，还没投射，投射投射，没有同盟啊，投射。不要生气哦！不要生气！打了啦！白痴！哇！不要生气！不要生气！现在没有怪。啊！结束了！为什么有苦力怕的蛋？很热。不想被球。为什么想换苦力怕的蛋？干嘛？同盟干嘛？白痴哦！干嘛、啊？我们刚刚这一对从头到尾的沟通都是四个字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我有铁矿，现在给你吃巧克力，我开心，要求同盟。我跟你讲，刚刚巧克力不是有两次在铺路吗？对对对，我就靠过去，就突然打字都白了。你还看你甩尾啊？我看你甩尾，我正想要跳砍一个的说。我在打字，哦，我在打字啊！赶快离开，太臭了！甩尾离开，只剩两个同盟个屁！同盟个屁！你说我怎么讲？而且刚刚小雨还其实讲不出四个字，然后硬要加，他说：“你们，他说要开船。”妈，少一个字，要开船吗？要开船是吗？要开打了吗？要开打了，而且那个妈小声这样子，妈小声。一开始一对面在那边同盟，然后就把你们杀了，改跟你们同盟。各种同盟啊！不过小雨被打下去了。没有，我被打下去还没死。可是我想说，那我要后退，然后后退我就自己憋死。八七八七八七。八七八七八七。这场也要快啊！不过这场要跑一下地图。第五章了，第五章了，干嘛干嘛？加油加油！还有三张，刚好刚好。剛好最后一张了啊！第五张还有一张啊，第六张啊，十分钟一张啊，刚好啊，现在是十分啊。然后对，刚好啊。那十分钟的传送是中间的吗？OK，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像不错哎，哇塞，斧头阵吗？到底在玩什么？这是 UHG 吗？然后我发现十分钟对面有一个全套铁装的。这才是十 B 的 UHC 啊！最后战场十分钟是不是？谁找到铁应该就赢了吧？有十分的，最后十分。那我觉得也不用跑图啊。可以啊，也不用。对喽，我不跑。累了，赶快回来，赶快回来，还在跑。哎，那我马上加一个天眼兵吗？这更不叫超级线，这叫系列斗。等下十分钟是连晚上都没有哎。对啊，对啊，很棒啊，超棒的哎，超赞的。就直接械斗啊！给他一点的时间。那个王要不要跳一下？我分。跳不用跳啊，你们都要械斗了。那就还是两队。